你是不是有绅士的秘密？你们家像宫殿一样大，像《冰雪奇缘》里爱上的城堡吗？不是那样啦，因为我父母有点严格，今天有点晚了，我搭计程车就好了。一般人交往的时候不会说父母亲的职业吧？但你不是，你是海城集团的女儿。啊，老板，我是这里的下任店主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店面我已经卖掉了。什么？怎么办啊？你好像被骗了。今晚10点，请锁定黄金光辉的人生。